别整天棍勇棍勇的喊了，这些帆布也很香吗？第一步，摇曳庄的优奈小姐，你就别说这样的房子房租很少了，就是外加钱我也愿意住啊。第二步，魔物娘的同居日常，这个故事告诉你，只要你可爱，种族什么的影响吗？第三步，战斗员派遣中，有谁告诉你穿越到异世界的一定是正派人士的？